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。哎，美女你好，打扰一下，我想问一下路。什么路？去你心里的路。你这干嘛去了，朱一？刚弄的红薯啊。啊，弄红薯干嘛？本来想今天叫你烤红薯的，觉得你时间太忙没时间嘛。啊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你看我们俩多心有灵犀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红薯哇挺大的，你会烤吗？会啊。在哪里烤？在里面。走。在里面啊。哎呀，我想看一下怎么烤的。朱一，嗯，你这干嘛去啊？我去搬点烤红薯的工具。啊，我要不要帮你啊？应该不用，我可以。没事，走一起。所以拿砖头干嘛？烤红薯呀。哦，烤红薯，来，我来帮你。拿几块？三四块可以。哦，可以的，走。我记得人家烤红薯不都是挖一个洞吗？没有洞呀，只能用砖头垒了。啊，可以的。这要放上去吗？对。嗯，这个是小时候经常干的事是吧？初一啊，嗯，你烤红薯你有没有火机啊？好像丢了。丢了，那不幸亏我来了吗？给你。初一，你怎么总回老家？你是不是自己太无聊了？没有啊。初一，你怎么不找个男朋友啊？找不到。找不到。嗯，火灭了，火灭了。怎么可能啊，火灭给你加把火。初一，你不呛吗？呛呀。头发上初一。给你。这要多久啊？还要等一会儿呀。估计一个小时都。嗯，哎呀，他放炮了，他放炮了，你看里面，看头发上。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啊。那你不也是单身吗？单身狗。谁单身狗？单身狗好，单身狗一个人都好。是吧？你这样吹有什么用？啊？像清火一样。那你错，你别把火给吹灭了。哎，哎呦，小心一点嘛，我来翻。哎呦，好烫呀！初一，嗯，这个熟了吗？这个还没熟呢，要把火焖一下嘛。哦，再放在火里边焖一下是吧？好的。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一会儿可以吃了，好。初一，嗯。我怎么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过得这么快？我也是。你也是啊。就有点可以吃了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很甜。初一。很甜吗？很甜啊。像你一样。那剩下的怎么办呢？剩下的慢慢吃嘛。拿回去我们慢慢吃吗？对。你今天要回去吗？嗯，是的。慢点吃吗？等一下要不要去家里吃顿饭？不用了，我还有事。初一啊，那把红薯给带上吧，我有点心意。嗯，好的，等一下我拿袋子装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的。那你下次再来的话告诉我要吃什么，我做一个。想吃什么做什么吗？对，真的。可以啊。关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支狗，一杯酒，一夜，一下子变老。